眼镜用。 10秒，轮到天辉禁用，夜眼会禁用谁呢？轮到天辉选人。 轮到天辉选人。 夜眼该选人了。极寒幽魂。天辉的禁用计划是什么？万人直升机。 哦，麻个麻精灵飞机。轮到夜眼禁用。天辉的禁用计划是什么呢？夜眼会禁用谁呢？ 轮到天辉禁用。10秒，5秒，夜眼会禁用谁呢？ 精灵飞机，妈个妈的精灵飞机，精灵应该是酱油。10秒，应该是大哥飞机好吧？5秒，大哥有精灵应该是肯定是大哥飞机啊。海兵加冰魂。 妈个妈，现在就是离强队，差一口气。中期打得不好，什么时候中期打得好了，妈个妈就是强队。选人，需要有个人帮他们打通他们的任督二脉。中期的压制呀，他们太多比赛了，最近就是打 DPC 这个比赛啊，对阵 S 级的队伍，我看了太多把了，前期都不练，就是中期处理不好。 一波就被人带走，到点。前期都是什么经济领先、人头领先，大部分情况下，到中期就不知道怎么打，很迷茫。这也是你想做一个强队最难做到的一个点呀，是吧？你中期优势怎么把你的是吧优势给扩大？什么时候做得到这个点的话，那他们就是强队了呀。 就是中期不行呀，妈个妈！不是说他们打 A 级队伍还可以好吧？打 S 级队伍太低。说 BP 有问题的，那我这么跟你说，兄弟，换你上去选人，你选的，你帮妈个妈选人，选完人妈个妈就能赢吗？妈个妈绝对不是存在 BP 的问题。你实力有差距啊，你什么时候实力没差距了再说 BP 有问题？他们上把那个 BP 打出那个效果也没有问题啊。
皮尔斯。就算马格玛选，就是把阵容换一遍，换打小象的阵容，我都觉得是马格玛赢不了。前期一列可能被人滚雪球了就。白牛多方便的，还有这个马尔斯哦。嗯，飞机很烦马尔斯。白牛也马尔斯不进去，海明可以断。白牛两个技能，我记得是两个技能断他冲哦，光也可以断他。他这一套挺克马格玛的，说实话，马尔斯一框到冰魂杰克大，框在里面打飞机出不去。强秒你啊，你精灵来不了呀。嗯。他可以带走好吧，不过只能开大。上吧，我觉得先知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我个人感觉存在感不强，太弱了。DAS 的发挥的很好，先知确实没存在感，他存在感太弱了。先知我都没有怎么注意到有这个人。DAS 的 TA 倒是把该打出来的都打出来了，打得可以了。上一把先知太穷了，他线上就没优势。哦，这应该这个羊应该是三号位羊，搞了个三。四号位白牛，三号位亚龙，一号位飞机，五号位精灵，少个中单。五秒，白秀，还可以。思路是没错的，打马格玛 BP 要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就是跟强队不太一样的东西出来。上把就算好吧，什么四号位蓝猫，他要选这样的东西出来，他不能照着强队的 BP 模板去选。你选出来的阵容，强队都熟悉都了解，你就打不了。但这一把找了那么一点爆发打人的输出啊，这种阵容要打运营的，控制也不够，好吧？像白牛，你打强队冲过去，你就容易就会被断。这阵容打架，你想想看，你怎么杀人啊？现在这四兄弟没什么先杀人能力。就要拉扯，这种都是要拉扯，补个爆发呗。中路补个蓝猫，感觉中路补个蓝猫了。蓝猫有冰魂选毒龙不是很科学，好吧？冰魂专门打毒龙这种死肉的。毒龙这个英雄，你选出来走边路就一定要线上打最优势，没优势这英雄就没作用。毒龙白牛呀，感觉挺强的。毒龙白牛，白牛。强！那天我打了一把，白牛要让毒龙等级，好吧？线上是挺厉害的，让毒龙等级，然后到毒龙到三就很厉害了。用计划是什么？恐怖人。TB。TB也怕亚龙呀。TS 吧，得选一个法系爆发。会办的 ，TS 会办的。小象应该会办宙斯 TS 帕克啊，帕克没了。五秒，女王，TS 宙斯肯定会办一个，好吧？至少我觉得他会办宙斯啊，这种蝙蝠办的，他怕亚龙打中，蝙蝠打上也可以啊。艾格丽娜也可以啊，需要有法系爆发的英雄。这把小象这种扎死呀！十秒，五秒。夜眼会进入谁？时轮到天辉选人。没办法，想拿啥？他应该怕这个电飞机，怕飞机抽到攻击吧？灵魂克飞机啊！
什么时候了还点回个飞机？十秒，还剩十秒。夜宴该选人了，风行者愿为您哦，风行者，东单风行。就真的可以做事啊，就这种真的可以做事、啊。琳娜做事都可以，做事真的还不错。对面没什么英雄切做事的，做事完美啊，也不好杀。十秒，不好切，主要是对面不好切。小象这种不好切做事，这把做事真的可以。五秒，接个海明好吧，打海明可以吃魔晶，可以跳，还有马尔斯。那个跳舞还真的没用过。那个跳挺屌的，打马尔斯跟海明 很好用，好吧，可以跳出来的。我宙斯那个跳是吧？啊，挺屌的，然后有伤害，减速，减速很牛逼，那个减速，动不了。直接好像减到一百。打风行。女王也是一个爆发啊。风行打女王应该是看技术活的一个对线。这一把就看技术了，好吧，上一把对线也是很优的。还有琳娜呀，刚才我觉得琳娜可以，琳娜在的，琳娜可能比你上次比赛琳娜零杠八杠零啊，历历在目哦，没自信了，是这样兄弟，上次那个琳娜打比赛打出来这数据以后还拿得出吗？上次琳娜打完是不太敢玩了，这英雄拿得出吗？七泽外毒龙，说实话我很少见，我个人感觉这个英雄不适合他，他不一定玩得好。他打近战的，近战冲脸的比较好一点是吧？他适合玩莽夫三。夜魔啊，海明玩的比较好。海明、马尔斯，什么之类的。夜魔。好，五人众。夜魔。说句实话，这五兄弟真的只能肉搏。没啥留人的，有人缺口白牛的，必须导弹啊！就一颗白牛的拱，这拱一下就没了。但对面有塔，对面有海明啊！哎，看到人了！哎，有说法吗？哎，啊，碰到了，碰到了！没空呀，看他娘的，看到了！五兄弟他妈的，这五兄弟不知道怎么留人了，他只能在野外跟别人接触战，肉搏起来。眼要被反，估计要没啊，这个眼看他是反高坡还是反哪，还有可能直接反高坡，不好反吧，我感觉他们好像没发现有真眼呀、啊、没他知道就反，不知道他这个眼现在这个眼不好，他现在这个眼太少了，他这个眼现在不好反，否则的话有高空击就直接插下面了，两边一起看就能反，都打起来留人是个问题，好吧，没有没得留人。这个女王打风行，菜的风行打菜的女王，好像是女王厉害，厉害的我感觉差不多。我感觉风行就前面可以打到五级如王、哎、风行就有点难受了，这两个六级容易单杀风行，就这样说吧，他三级毒风行容易烧不住，应该女王是有那么一点点优势的，女王可以杀风行啊，就是他消耗厉害，女王的消耗比风行厉害，是的，
尤其那个毒，好吧。怎么变成 U3 打？上皮鞋被打一套了。哎，有机会啊，皮鞋。马尔斯。三打三。皮鞋只有一级。感觉精灵最好别三，别打三。三打三没必要呀，我觉得毒龙、白牛两个人就行了。真拼起来有个老坛。压 TP 吧，但是也压不住呀。其实这样也亏吧。TB 也要等级啊 ，TB 这英雄挺要等级的，觉得亏了，他两个人就可以了，两个人拼起来的，白牛扛一口老坛，你要打我也觉得亏了。对面有海明，主要是他刚三，我觉得毒龙也要等级啊，毒龙没等级很废的呀，等级高，马老师到六十飞机打不了了，这没必要，精灵直接上去就行了。他两个人和三个人效果差不多，你不会以为精灵在下能帮到什么吧？精灵三人路很弱，他三人路能帮到啥？他啥也帮不了，他踢上去行了，让这两兄弟打，不用管。而且这英雄出等级，哎，下路了，毒龙，毒龙，这下瑞德潘到，哦，他拿到，哎，一血拿到了，连绵也威，那是 TB 拉的人头呀，能接受，能接受，这不毒龙死了，好吧，能接受，毒龙白银血死可以接受 ，TB 出来可以的，而且 TB 变身也用了 ，TB 没变身就不能接受。他是毒龙一血呀，毒龙一血直接骨灰了。不过就是强队打毒龙好像都是三，就三个人压他，两个人，对，三个人压你，我两个人打不过你啊，来三个人杀你啊。讲道理啊，毒龙加白牛打海明冰魂 TB 是要炸的啊，我老劣势路了，看到海明的三人路你不好混的，真的不好混，太容易死了。所以这把他们是烈三都僵住了，没必要。我觉得精灵他毒龙显出来就像打线优呀，他万一烈死了，他这样搞毒龙中期太低了，毒龙等级太低了。哎，不是没压到 TB 啊，你看 TB 的补刀，精灵早就该上去了。毒龙没三级，压到了那可以。马尔斯你也压不住，马尔斯不减肥，换钻啊，挑战很钻啊，海明上去了。啊，其实精灵上去海明也就会上去了，他总不可能不管马死。不过帮忙控符怎么办啊，这个符有点控不过。哎，风行的状态有点差啊，再读一下。哎，滚，问题不大，滚好像躲了个毒标吧，对，毒标，躲毒标，对，躲了一下毒标。这是要踢回去了呀，啊，踢回去也没用，他不能踢回去，他等人灌瓶。他有技术，他说 FY 满血满蓝，基本上是你家。我哥这个待遇没水了，真的是没水了，好吗？这里妈满状态的海明走回家，有浴血啊，跑得快，咱浴血跑得快，走快点，还可以。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海明的节奏还是挺难受的。白牛你也快点回家呀，想啥呢？那没办法呀，中路要帮呀，不然中路崩了，不管崩了。啥消耗太强了？不也是马上他回家吗？我感觉什么时候会改一下这个泉水灌瓶这个东西，好吧？天天灌，以前都可以用小鸟灌一口啊，后面改了，灌一口，他满瓶变一口。灌了，应该改灌两口吧？以前是鸟都可以运瓶的，后面改了。这个东西我感觉也可能会改啊，灌瓶只能灌两口，灌一口，灌两口呀，一口一口吧，两口还是会灌呀，一口就没人灌了，谁他妈给你灌呀，一口，一口没人灌了，两口还是会灌呀。我感觉这就是冰蛙觉得这是 DOTA 的特色，就没改了，这么久没改，应该就不会改。他要你咬人，本来是，等于是四口，对中路的对线有点不公平，好吧？我觉得这个有点影响对线，打一波，有这个压的，下路动起来了。哦，亚罗也动手了，改一口也行，一口调一口等于两口，两口的话就是三口。上机，全都要。这样让你前期都，以前那个小鸡灌瓶那个版本更无脑，小鸡灌瓶那个是菲律宾队发明的，你妈那个鸡你妈逼无限运啊，那不是那个、哎、那个版本。
菲律宾那个版本鸡是不是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那个中间鸡只有一个，峰哥只有一个，好吧？啊，那个只有，但是泰国队发明的、啊。泰国队那时候我还看我们 OB 的比赛啊，峰哥你说了一句啊，这个机器你们不能用啊，我要用啊。你是特地说了、啊。迷你四机兄弟，迷你四机中单大鱼人，妈买两个机，先挂。对，买两个机。哎，冰魂直接一口老残。上马。哎，上路对，大魔棒。这边飞机危险，小精灵魔棒吃。哎呦，这一剑来了一剑。没这一件还真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因为减速了。杰克斯觉得天会下，后面改成是鸡冠瓶半移速是吧？后面改再改就改没了。对，那个他妈的跑得好慢，带瓶子跑得好慢。哦，还又来了毛剑，又是一剑，超哥又收个人头，一剑一人头，超哥。准备啊，可以啊。海明赶紧踢中。混一下，哎呀 ！TB 又是经济力，这把 TB 有点骗滚，假动作。TB 这么肥，感觉就很难好。提前到点，啊，中路冲了一个大。哎，也不是特别赚，女王大杀了海明，也不是特别赚。干啥小路路两层夜夜的死了还可以干啥再把线野双收、哦、没去线野双收拉到野外那里去皮鞋加速、哎、皮鞋控了个加速他想去杀路杀亚龙但是要感觉这把阵容选的不好啊这把真的是有点阵容、哎、屠龙死了要死了亚龙死了经济没 TB 肥就哎呀快了我感觉这一把阵容比上一把差很多好吧感觉、哎、他们感觉已经到点了我操明天加赛是4点吗也是我是觉得这个 TB 如果肥他们就不好打好吧就很难打应该说TB 肥就很难打三号位是个毒龙线上打不出优势对面有个冰魂毒龙已经人没了然后中期又没抓人的点就靠一个白牛撞白牛能撞得到谁啊那咋办呢差不多到点了呀超哥这把要宰了超哥对呀、啊、到点了看七点那场来一起打茶明天贾哥不知道呀明天是应该是四点吧明天是加赛一点休想一点就开始了一点嘛上面没写不知道有没有改啊之前的赛程是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明天一点抓一下最后有抓机会抓一部 TV 还可以啊加赛是 BO3 啊加赛是 BO3 哎我看不是 BO1 嘛加赛改了后面改了 BO1 要三个队加他两个队加就是 BO3 三个队加就 BO1 他改了改成 BO3 他现在等于说是老干爹小象加嘛然后呢另外的也是两个队嘛两个队加就是 BO3 那等于说明天那等于说明天是两个 BO3 吗有可能是两个 BO3 看一下等一下、那个、看塔队打 AG 啊打对那最多是几个 BO3 呢两个呀最多是两个那明天我找人整个队飞可以啊不他如果打埃及不是输赢都有加赛吗两个呀就对啊一个是老干爹那如果说一点开的话晚上不见哦呦又是一件明天就是两个开的话晚上应该是可以打对飞的呀峰哥一点开的话该整起来了、啊、一点开对啊一点开不确定啊不确定是不是一点开啊反正以前之前的开就四点开肯定没了两个 BO3 肯定没了四点开他说三点开三点开也没了呀也他妈妖呀三点开也没了啊妖三点开一个 BO3 可以反正今天打完他应该会发的明天今天打只有说下午三点开
正受到攻击。夜眼上塔已被摧毁。哦，冲了！哎，中路，这个撞、哦、再次秒 T， 秒掉。不是，白牛被留了。来，白牛可以死呀。这边再留一个，中塔有点关系。哎，有一个班的，想躲视野，哦，这个太大，没视野了。一海没大，没大啊，马斯没大，能快有了，哎，妈，毒龙被留了。喂，哎，连一下，基地连一下，来，救一下。哎，这一波，好，我们说吧，拼死两个可以。卑鄙的输出有点高，卑鄙这电锤打人也太痛了，他出的快呀、啊，十一分钟，出的快。再垫一下，好肥，还行，换命换命，哎，恢复被拒绝的吃了，没，恭喜吃了，那个没毙，哎，一个大一个剑，现在没那么喘，两连马，这两个都放到死了好像，妈逼，把大师做宝狗，八比九，人头是领先的，冰魂没马，阵容难打，这风行玩的好爽。伤害加深哦，超哥应该是国内战队待遇最高的一个中单了，我觉得。那肯定。妈的，什么时候见这是这五号位满装？满装的四号位，四号位满装的走回家。两把，而且是两把，第一把是五号位满装的。总有人、啊。一把是胡须猫。哎，就还没到四分钟，哎、你要半屏了，真是。两兵都开悟到了啊，这兵刚看到冰魂了。强攻，得一个冰魂，但屁股其实更高了、哎、了，现在再包过来。这波还挺关键的，三个包过来，杜龙，啊，这边马老师有道，这上高坡不注意啊，杜龙，这个职业波啊，就崩了。葫芦娃了，葫芦娃了，了单防有两个，这个粉单防飞机，但是也是了，大师吧？哎，马毛放了一个，感觉还想拱，还能打吗？拱不了，拱不了，再打雷啊！大师状态不好，这波五打四，啊，死了四个，啊，三打啊，那个冰魂也不在，对，三打四。夜眼上塔有些天分的问题。双倍上路，他把狙击都死了两次，刷的不是很快。TP都没出城，他死了两次。打起来都是毒龙被秒，毒龙不能被秒，毒龙得猥琐一点，得让队友冲，自己猥琐一点。他不想要换海明的血吧？他这样在打野。Yes， 他肯定是要换血的呀。哎、哦，这个吸引人好厉害！他为什么老真身在扛啊？买大药，那一波打的好伤啊！大蛇打的是比之前好。买大药。这个拉远古。这人虎他妈排队了，挤不出来，没拉出来。一只长蛇阵啊，这个人虎他妈的怎么能拉出来？他一个排队的，我操！可以去清了呀，可以清了。哎，白牛又撞了。哎，皮海，阿斯，皮海大招给不给？被支援了，皮海。你还舍不得给大招啊，今天给大招拱不进来，或者给个毛也行，不懂，他被追了吗？没啊，他第一时间可以，第一时间可以，他可能是没视野，然后犹豫了一下，就白牛拱到的时候他没视野吧，可能犹豫了一下。飞机马上 A 了呀。哎，他怎么经济就第一了？挖了不远古吗？
好起来了，哇，远古很多，好吧？加人头，一下就进去了。阿拉伯远古很多，现在是第五人头呀，还拿了个人头。阿格巴打强队确实前期没啥问题，好吧？打打的都感觉也是把大蛇还可以。他前期真的没怎么裂过，我看了太多了。哎，大陆两张 TP， 精灵能飞吗？没有大，飞不了，当然飞了。奥斯卢尼娜，奥斯卢，好了，又开始犯病了，又开始犯病了。还没想到，突然杀出来个马，还可以这一把。其实不能追，这个宝，其实不能追。两个人最好别追，好吧，这种。对，喊奥斯卢没空，这边也最少两个，很想打。哎，皮鞋，这么凶吗？皮鞋，队友来了，少人啊，他的兄弟啊，少人。雷兰大，大 CD。哎呦，飞！哎呦，这就是一个到点。阿托斯接近性一个到点。耶，超哥把顶了。超哥 miss， 把超哥顶了，你全要死了。哇，到点了。大巴，大巴，恭喜啊！刚推一波直接到点了。哎呦，这中期他的幽冥剧毒里面呀。毒龙这个英雄真的，对面选了冰魂就别拿出来了，弱不起来的。到点，中期到了。中期到了，到了呀，过对线期过了呀，一过了，15分钟之后了呀，犯病了，打不了，这把阵容不好，这把阵容就不太好，真的是，还能打十分钟吧，本来还挺有，本来还局面还稳住了，一这波一送直接炸了。拉波远古飞机，知道吗？打强队，你前面没优势就中期大点。掉了吹风，毛。哎，打死两连死，没得飞。哎，飞机飞。放一下。闪灵有滚。精灵，精灵，精灵被风行单单防。哎，一剑。还是死。海兵还没死。白牛冲锋鞋这边，海明都躲着，公布跑了。哎哎哎，他要救超哥呀！救呀！救救超哥！超哥不能被动啊！最高待遇啊！来，比如玉藏，玉藏，羽毛，一装，没了。啊，毒龙已经废了，毒龙。紫龙，跟紫一样。毒龙买了个玉鞋。卡布了，小象。主播要死人了，飞机，飞机要死了，完了，精灵，再飞一下，哎，皮鞋他妈大野，哎，皮鞋这个救死扶桑毛，他为什么神大啊？哎，没事大，救死扶桑毛，他你妈杀大哥还神大。哎呦，秃鹫龙！我问题无所谓了，好吧，俊宝说比赛了。又加一个，这把秃鹫选出来就是八字呀。你也到点，哪个字？我了。那才算是目标，我们俩再找一只。那兄弟们还一个呀，是干嘛？打一把，等一下。他准点开是吧？准点开我就打一把。准点开啊，七点多，七点，估计要七点过十分，过十五开吧，差不多。没事干就打一把呀，七点十五开，差不多。
冰魂裸了个分针全款。哦，女王 BKB 了，女王能不能打一波？现在问题是飞机得有 BKB 好吧，前面没人，靠飞机扛。他这个 TB 已经处理不了了，这正面已经打不了，现在飞机打开太难打不了，兵眼打兵眼 TB 太难打了，飞机根本就没伤害的。哎，这把还有个风行，风行还能单防他。全面加固，夜眼上塔有些天灰的问题。好，李杰，李杰，留人，这个大刀可能要出事，三个，这个位置，打三个，我没走掉啊。好，不过八杠八的人来的有点快啊，是来的有点快。但是 TB 来了，走走走，避开 TB， 避开 TB。哎，要撞，没避，撞。哎，可以，收到超哥。绿战修一下 TB。飞机。还剩一个 TB， 还剩一个 TB。哎，大师特，还可以好吧？今天。啊，今天两把打的真的可以，不丢人。有句说句真还可以。之前喷他就算了，今天抓的我直播间还有人抓他喷，我觉得有点过分。打得很差吗？别打得又不差。他这把就上了那一波呀，他妈蹦上去，就那一波呀。有进步是好事。这种选手本来就要给点时间的。没啥问题，今天打的没啥问题。比之前好多了，真的比之前好多了，有声音好吧？今天没问题啊，是没问题。第一把不就差有很有，就很有机会赢吗？第二把我感觉阵容出了问题，不好打。阵容不好打，他发挥也没什么问题。发挥没啥太大的问题。多头白牛可能。不能说有多屌啊，但是不拉垮。对啊，毕竟对手也不弱呀。哎，一个白流。对手在 CS 级队伍小将呀。哎，飞机不对，被风行无限点。飞机中了 A 大了，来顶顶他，顶就大了。有盾，有盾。哎，女王被换血了。带出了 BKB， 慌了一下，跳，哦，拉扯拉扯，掏出了大药，想上马尔斯，拉扯拉一下，就先把皮截杀了。TB， 你想走，不要走，有盾 ，TB 有盾 ，TB 有盾，盾打掉，盾打掉，哎，漂亮这波 TB， 守 TB 师，玩他啊，玩他，哎，守不过，守不过，这 TB 好强，哎，我两个，能守能守，守死了，守死了。两条命 TB， 他这波是小象觉得随便打呀 ，TB 他妈的上来肉搏的，变身都没有 ，TB 没变身，这波他妈的是这一波 TB 没有变身 ，BKB 也在打，在那练。这一波拉扯打得很好嘛，哥们，拉扯打得挺漂亮的，先切酱油，上一波也可以啊，这两波都可以的。这波续了一下，好吧，续了一下，本来感觉靠点。一般你打团的时候。在人群中间 TP， 你这个团战就他妈很不对了。你打团，你在人群中间没有想着去打人，而想的是 TP 逃，就很不对了。只要被留，基本就死。这一波小象 TP 没变身，就感觉优势比较大。两个飞机进步棒啊，他可以单方 maybe。现在已经刮有点刮不动飞机了，他这个大招有点刮不动了，是有点刮。刚才飞机开的 BKB 骗刮，他现在输出主要是那个呀，电锤的输出伤害啊。还有金箍棒才打得动 TB， 金箍棒是可以打动 TB 的道具。爆法上，
棍棒被砍了，好吧，以前好像是额外100的魔法伤害，现在是70。棍棒，那个转轴也挺恶心的，主要是多一个转轴。问题不大好吗？小象下一波团那个嘛还是打不过。哎，老子话音未落，拒绝者就验货，10秒 BKB 给他验了。啊！刚刚说完下波团，他妈的还是打不过，他就把 BKB 给验了。没有他的。飞机经济第一了，然后有一个骑士剑，骑士剑飞机拿真的很屌。是的呀，就等个金箍棒呀，等个金箍棒可以去打一波了。快点，可以不停的吸，我操！就差几百了。夜眼要让那中塔倒了吗？来，擦个眼被发现了。想抓大师的啊，大师的今天很聪明，直接溜了。等20秒呀，20秒 ，BKB 好了，开团。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小象强无敌。好像在找白牛。哎，不找了。哎。急速。哎，找到了。哎，明明被留了。找个东西。红总，红总。上路。哎，被吹了。正在扫描敌人。BKB 开，这 TB BKB 开，直接就无敌啊！好像没有输出可以打死他 BKB。现在很强势，好想找人打一架，去去吧。就想问哪里有人。其实飞机也挺想打的，金箍棒刚跟完，但是人不起。毒龙差点一上。天辉在和夜眼下塔相处的很融洽，夜眼军团全部加入。看看夜眼下塔，杰克斯。卡文还挺能刷的，经济一直第一。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夜眼军团全力加固。看看夜眼下塔，杰克斯。看下 TB 的装备。TB 这个装备输出也猛呀，自己有点死不掉。啊，这个大炮跟出来就厉害了，有点死不掉。不好打，对面主要是马格麦这种炮不好打。一波雾，想干了。是要干关键团啊！这波金箍棒。打团只能先杀 TB 队友六塔。因为你直接杀他杀不掉，没有输出可以秒他，还有 BKB 换血，还有海明救一手，只能先杀他队友。哦，知道你玩开物了。马斯一马当先，马斯，哎，刚好不包六三里面，秒毒龙，毒龙扛不住。再加绿障，让他们兵困难，兵困大。毒龙是精灵也大了，哎，精灵龙不大，打不见。啊！把 TB 了 ，TB 了 ，TB 了 ，TB 了！哎呀，差一下，飞机一下，这一波飞机打酱油了，没秒掉。鸡哥，鸡哥去哪了？鸡哥辅一下输出就死了。鸡哥不在。鸡哥在肉山后面，他在打那个海明，还在追海明。啊！一下，这波打死 TB， 防应该随便打了。这波打死 TB 空盾了，差一下，真空盾了。打死 TB 真的随便打，白牛也没有被换血，满血白牛直接拱。这个 TB 就空盾了，攻击是打不了这个飞机的，好吧？飞机有金箍棒 ，TB 一死，对面全是残血呀，他可以追人呀，白牛可以追人。这波飞机，这波打死的很到位，好吧？大波女王拉满了呀，
可惜了这波团飞机，这波团真的是机会啊，秒掉 TB 这波团就赢了，这波团打赢有机会，好吧，有机会，因为精灵买活了再往战场靠，白牛是满血被换的，然后飞机也是有状态，没人打得过飞机，飞机也有状态。哦，他是被风行赶走了，兄弟们，他不敢刚风行。风行其实现在输出不高，好吧，他就一个电锤无十字，他逼克逼林肯，他看风行锁定他了，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他满血，他全是防守装啊，风行。有时候就差一点呀，很可惜的。秒掉 TB 打赢团混沌了，劣势直接全回来，全部回来，就有戏了，好吧？我觉得刚才如果飞机带了个盾就有戏了。然后这一波打完，这波打完难了呀 ！TB 下波更处理不了，打炮了。他是有点怂了，他开了 BKB 一直跑，我操！哎，他这把这个 TB 后面我感觉会。龙心魔晶啊，他出龙心应该就是魔晶了。龙心不让被秒。龙心魔晶再吃个 A 战。天辉在和夜眼上塔相处得很融洽。要五点五再开吧。夜眼下塔已被摧毁，夜眼看着不太好，准备上塔。主要是刚才毒龙被秒了，毒龙精灵被秒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白牛加女王能打一片，你知道吗？白牛撞了一片，女王顶了一片，大招大了一片。他们那个开团是很糟糕的开团方式。毒龙双倍也可以的，直接被秒，精灵被秒。中塔真是短命，我想到白牛和女王全挺回来的。飞机一个冰眼吧，差点极速被拖了个林肯，他有点怕风，他怕他有点怕风行的大吧？对，挡一下。啊，没必要，其实其实他不怕，他对刚就行了。他打不过的，他可以对刚的，不怕啊。风行就一个电锤，你看他 BKB 他打不动你。啊，他有金箍棒就不好干了，好吧？哦，这个冰魂道。打死他了，打死他了。冰魂道。三百血。不会死吧？好像要死。死了，到点了，哎。三级的，哎，亚龙，亚龙遇障，那里出个沙丹恨就干过呀，那这风行没什么输出，那放 A 大吧，就好，神剑了。哎，小心 A 大哦 ！A 甩大了，问题不大。再来，再来。A 大了，杜龙每次给你弹一口，好像要浇盾。吃奶就要浇盾。吃过来。还舍得呀 ？A 大老杜龙还蛮恶心的 ，A 大老杜龙，我操！快到了。他刚刚就是 A 大老杜龙被秒了，不然有的打，我跟你说。A 大老杜龙真的很恶心。这个老夫他妈蛮恶心的。刚刚杜龙被秒了。我觉得凯文可以出圣剑了呀，这个局是大雷锤不解决问题了，好吧，直接圣剑了。来，皮尔斯，对波，老皮鞋，他老谭，给他请他吃。救一下，哎，救了一下。女王还没活。BKB 了吗 ？BKB 差了两秒。
金花剑子杀一个，杀两个，有没有？哎，跳走了，哎、跳走了，控制有点缺啊。这个世界，这海明的出装，跳到吹风，另战。TB 也出了个林肯，往老坛吗？老坛酸菜面，还有点怕老坛，蛮恶心的老坛。他本来不是在做龙星吗？是的，老坛被老坛弹醉了。但说句实话，他这个也防不了老坛，坛有那个的，有阿托斯的。阿托斯，我分身。老坛酸菜。哎，老坛可以怕那个，怕闪灵，你弹我就开个闪灵。龟姐是吧？没啊，老坛大解不了呀，无法驱散呀，大哥。无法去杀，大解不了，躲他的弹道，我意思是，哦，可以吗？你的时候直接先用，哎，太扯了。那个我他可能为了防白牛大，我觉得防白牛大。哦，也还没带走。女王下路直接被精灵咬死，被发现了，没了。杀杀好吧。现在风行要输出了呀，金箍棒了。等一下，小象跟老干爹还是有一场生死战啊，必有一战。傲视的力量。哎，这个急。大电飞机解决不了问题啊，不解渴。那没问题，要圣剑，要圣剑。这个电锤得换圣剑，皮鞋直接给大，来向神拳 ，TB 被导弹扔了，这飞机扛不住，电连住，风行能单防飞机了就玩不了了，把飞机给锤死了，金箍棒了，金箍棒了呀，直接打亚龙，买回亚龙，到点了，到点了 ，CC 了。啊，两把没有被碾压，好吧，两把没有被碾压。第一把打的比想象中要，第二把是这样的。